好肩周颈椎腰间盘突出练一个好一个，跟着一旋动起来吧。每天早晚十分钟，活动全身经络，三高疾病全赶走，促进新陈代谢，赶走亚健康。看到这里了，家人们点个爱心吧。身体越来越好，一切烦恼都 Let's go。 脑海想着你，眼睛里映着你，每一次的呼吸都因为你而起，高挂着的繁星一闪闪亮晶晶，照亮了我的心，指引着我前行。你就是春天里的起草，秋天里的飞鸟，给大家分享几个简单易学的动作，双手伸直，一上一下，同时带动脚部活动，每天早晚十分钟，促进我们腋下淋巴排毒。第二个动作，一只手左右交替，一上一下，可以帮助肠道蠕动，排出体内毒素，同时还可以改善我们肩颈酸痛。第三个动作，双手一张一合搭肩，可以改善手脚麻木，拉伸手臂肌肉哦。第四个动作，双手往前一张一合，可以调节内分泌失调，促进新陈代谢。